下看到你羞涩的表情，并没有太多。其实你也不用老是做菜，如果你想做的话，你就做。不想做就不做。我们一起坐在咖啡厅，我们一起吃你爱吃的冰淇淋，我们是对方。我会宠着你，我会纵容你，谁要欺负你，我就站出保护你，就在。